来来，来看你呀、啊！哦，我伫遐看个，伊安尼算钱算个真欢喜吼。中秋节底要到啊！最近因为金融海啸拢接无单，啊，员工甲咱做伙渡过这个难关，即卖会当保奖金互伊，我感觉足欢喜。妈，应该你来啊！嘿，阿爸嘞，莫讲伊，莫讲伊，讲到伊我就生气。会搁甲我迄个气胀，迄落啉滚水啉甜的啦，还是啉啥物的问题？好，即回我找什么？嘿，我甲伊拆过拆过，我无爱插伊。嗯，来，我给你倒包。哎、欸，恁两个人讲，要150岁，我安尼甲囡仔同款。讲遐济。哎呦，有嘞。看起来无，看起来无。看起来无，你看，你看，就笑了。哎、欸，无卖菜咪卖菜，我给你倒包。嗯，哦，好啦。你要坐无？没，你用，你先，你先。大家辛苦，辛苦，哦。来，小婷姐，小婷姐，来，听我讲一下，好不？真感谢，这阵啊，大家对公司的包涵。董事长，今日专工来发红包，甲大家鼓励一下。每样拢，每一个拢，来，阿俊，谢谢，阿瓜，感谢董事长。我本来想讲哦，大哥在生气，今仔日不爱来咧。袂啦，讲到公司甲兄弟姊妹的代志，爸感觉一定是排第一。阿丽，一阵阵海风对海面吹过。风丝如云，随时代一直长逝。一步一步，咱来共心，行共齐，将真心化作莲花。师兄师姐，哎呦，足感恩恁吼！安尼恁吼招我来听这个计划，我才知影讲咱朱姐伫个台北已经运作遮侪年啊！是啦，台北的扶困计划已经运作正常啊。迄个老兵愿意讲，已经渐渐摆脱散家，即马来去做教育，互因后一代愿意读册，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啦。对啦，对啦。受教育吼，才是因的希望啦。啊，咱师父实在足慈悲的，要把遐囡仔去学校，等于是予遐囡仔一个希望吼。哦，足甘心的。以前我捌听过电影内底有一首歌，《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》，就是讲哦，遐囡仔哦无外靠，足可怜。哦，安尼吼，是这样。安尼，咱就爱吼，较紧斗三工，把迄学校起起来。哦，对啦，安尼我马上去加联络一挂人。哎呦。师姑师姐，那我有代志吼，先来无用啊。好，感恩啦吼，哎，阿豆阿健吼，感恩哦。明玲，来，妈妈甲你讲者，咱吼。即马咧管的吼，就照安尼管吼。啊，若去学校即层代志，咱才另外想办法来管治，帮助迄学校起起来。还是讲顺和，唔知有意见无？
没啦，妈，你想要帮助人，所以从来唔捌反对过啊。哟，嘿，嘿咩啦？妈知影哦，你上爱食迄个冰的来，怎啊怎啊？白凤梨莲子汤，嘿，你食下。我冰过哦，我有冰过。哦，好，多谢。好啉哦。嗯，好啉啊。好。啊，是讲，妈，你今日怪怪的。啊？你是有啥物代志爱我去做啊？是要拜托我？啊，都住坐啊，伫个台北啊，已经吼援助足侪年啊。啊，即马讲要予遐囡仔读书，啊，要去学校，嘿，啊，这吼就是要赶去学校的啦。我妈，啊，泰国代志你别爱管，你即马是要纵观全世界哦。无法度啦，全世界我无法度啦。我着管去学校就好啊。你是无赞成哦？我哪敢啊？这真正是，毋是一个小数目，毋只会加问一个。哦。哦，我看我这张摇钱树爱搁较拍拼以后才会赢的。哈哈，安尼毋得多谢你哦，再多多拜托啦。老板，谢谢，感恩哦。你无用，你无用，你无用，你诶，啊，哎呀，你咩，吼。哦，啊，这碗真贵哦。妹啊，哈，你哪会落来？文俊甲囡仔还袂转来？中秋节啊，伊伫咧阮大家大官因兜大食，我有淡薄仔忝，就先转来啊。啊，明啊，明年敢有摕迄月饼无？有啊，你想要食？你紧一块，啊，食一嘴就好啊。再食一嘴，我专家为楼顶落来呢，食一半就好啦。袂用的啦，这伤甜，袂用的食伤多。会啦，一半就好，我食一半就好，我会配茶啉。好啦，啊，你要倒一块？一块较大块。一块好。啊、好啦好啦，你就安尼切啦。哎呦！我跟你讲，这块我吃，啊，那块你吃。多好吃。爸，你多多吃，
你还给你配茶啦？我知我知。嗯，好，就好食。嗯，就好食。要去倒？你做恁去啦，我家己有安排，吼。好，那行。我来去上古阿叔家来。无怪，唔听话，爱食甜。遗憾哦，就是无你我都无法度。无你爹，我要甲我管。无你，我家己开车，连倒较自由。啊，怎么八点外，啊唔转来？是去倒安尼？还报警察无？叫警察找较紧啊！咱唔知影爸是当时出门的，嘛唔知伊出去偌久，先莫报警啦。啊？无啊？阿爸，阿爸你，哦，啊，你在创？什么在创啥？你要出去，你也无共讲一下。啊，这么几点来才回来，手机啊你也无走，你是要让惊死了啦？无啦，我都今仔开车出去拜访客户，啊，谁知这么外口落？拢变甲以前无共款啊！我边仔阁无人替我看地图，我开几工哦，拢开唔着落去啊！你看，我就是烦恼，唔才会反对你买车。爸，即马敢袂用，请你甲阮保证，以后你绝对袂一个人开车去高雄市以外所在啊！你即马是咧讲啥？你老爸还是我是老爸啊？我做代志。都要给你保证啊！拜托的，请你把车锁匙给我。若是有人陪你出去，你才来找我提，好不？拜托的。退去啊！无稀罕啊！拢卖做啊啦，啥物拢卖做啊啦，哼！爸，食饭啊！无爱食啦，气都气饱啦。哎阿丹啊，来，食饭啊，莫生气啦，吼，来。小等下啦。哎呦，你即摆咧看这本书吼，伊无生脚，你小等下看伊袂家己走无去啦。你菜若无食，会冷气呢。来啦。放遐啦，莫一直踮遐坐坐念啦。我看你是袂枵的款呢，啊，我捧出来，我捧出来。慢吃。小等。我捧出来，好。这个要相助。
这特别好食。唔是菜好食，是你枵啊啦！上煮唔是拢同款。拜托，以后吼，出去爱加揸手机啊，好无？啊，若无吼，恁某会找无恁的，嗯？知啊。大姐，阿奶，大姐咧？大姐今仔日请假，伊无甲伊讲哦。请假？啊，伊甲我讲啥物代志？只阿讲大姐人无爽快，要去陪伊，啊，我卡互伊嘛无接。只啊？嗯。啊，阮大姐先怎？伊甲我讲伊无爽快，伊要陪伊诶。哦。嗯。好，我接卡互伊。杨小姐，初步检查的报告有些指数异常，我们可能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。喂，大姐，阿奶讲你去病院，先怎样？啊，无代志啦，我着拄只头壳痒，我去看医生，医生有检查过啊，拢无问题。啊，对啦，我袂记哩甲你讲，我明仔载要甲朋友去台东佚佗。啊，无代志就好啦，你着放好轻松，做你去佚佗。嗯。再见。你要住院，伊要检查，是安怎无爱甲厝内底个人讲？你到底是想要冤枉偌久？不管楼顶谁敲电话来，伊拢讲我无伫个厝个啦。破病个代志是咱瞒偌久啊？你讲出来，大家拢做伙参详嘛。唔通安尼逃避，为着我，为着囡仔，为着爸妈，还佮有所有关心你的人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你莫佮讲啊，好不？我即马过头脚，足烦足乱的，你佮予我一寡时间想一下，好不？顺和，坐啦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啥物代志啊？爸的车锁匙，敢一定爱放伫你遐？你在生气哦？我毋是在生气啊，我
我只是顾虑到爸爸的安全啦。妈讲会对，你甲苏是莫苏，安尼上过分，无怪爸会生气。我知影做车多生理是爸上爱的，还佫安怎讲，安全第一啊。伊若是想要出去，我来陪伊，你就会当放心吗？我当然嘛放心，啊是讲。你家己代志遮尼多，你敢有时间？我甲代志安排好，一定会有时间。而且妈妈答应啊。哦，你拢甲妈讲好啊，搁问我。对爸来讲，这是真重要的代志，我会当做，就尽量去做。爸有花啊，出去行行哦，对伊的身体啊、甲精神都会较好。好啦好啦，为着我的原则真简单，伊若要离开高雄市区，就一定要有人陪在身边啦。我知啦，啊你自己主动去跟爸爸说，安尼伊会真欢喜。唉，哦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那啥会用啊？所以害你啊吼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以后我会记扎手机啊。嗯，我毋是超过伊啊。以后有明玲陪我去啦，我袂阁靠你啊。啊？免靠我？好好啊，你上好拢莫靠我嘿。啊，即件琐事吼，若毋是我甲明玲讲，叫伊吼去甲顺和桥，你摕着哦。别讲话拢安尼。嘿，你给我借问一下，我听讲美英要请假三天去佚佗，伊从来毋捌安尼呢。公司放咧，啊，家己走去佚佗，啊嘛无甲我讲咧，我感觉怪怪。这哪有啥怪怪啦？美英伊想要出去，就回出去嘛。啊，前几天我就落去楼骹甲伊讲话。我就感觉伊的气色哦，精神拢无讲介好。假使伊若想要出去行行，就会出去行行的啊。哦，你当时落去楼卡，你找美英讲话哦，我哪拢唔知。啊你嘛奇怪呢，我想查某囝落去楼卡甲伊讲话，也都爱甲你报备哦。报备是唔免啦。但是敢敢讲话啊？尔，哈！我感觉你有代志咧骗我。哼，你嘛拜托去，我有啥物代志会当骗你啦？出来点外钟啊啦，我来等啊。嗯，做菜心虚啦。大姐，这报表。啊，大姐出去佚佗啊，你是年岁大袂记啊？对啦，永远袂记记。唔知啊，大姐今仔日回来会带啥物名产互阮食？你莫甲想着食的，来啦，我看一下这报表。哦，这还无确定呢，这拢是大姐咧处理的，啊，伊无甲我交代。啊，好啦，无你小记起来，明仔载大姐来上班时阵，替我问伊。好，哦。嗯，多谢。啊，放我遐哦。好。好好，不起来啊！等下啦，哥好啊，心理准备一下。喂，顺和，干嘛讲起你啊？
该面对的，哪是爱面对？我看起来好看无？好啦，阿是我来讲。免啦，爸妈的个性我上了解，阿是我来讲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福林来哦，电瓜，电瓜。哎，电瓜。来，我有代志要甲恁讲。阿奶，伊应该乖嘛。好，明啊，来来，来妈妈这坐。哎呦，阿、啊、你有啥物话要讲？我破病啊，杀落来爱去治疗。哦。啊，是啥物病啊？我有去病院检查，医生嘛已经确定啊，是子宫腺癌。您、嗯、别安尼甲我看啦，我会好好啊看医生，好好啊治疗，别烦恼吼。是啦。要治疗的时间吼，已经甲医生拢约好啊。恁大家免烦恼啦，我好好照顾。啊，医生敢有讲有法度治疗？啊，先生有讲第几期无？阁会复议啦。放较轻松诶，你安尼颠倒，我会紧张呢。大姐，敢有啥想阮会当斗相共诶啊？即卖医生讲啥，我着做啥。好啦，恁继续唱歌，我先落来。好，来唱歌，唱歌，唱歌。美英啊，
美英这个查某囡仔，自细汉就甲咱斗顾家，斗顾遐小弟小妹，大汉佫甲咱顾公司。那是出世来给咱报恩的啦，一世人都还袂享受着嘞，都来治这种病，还阁遐少年呢，你安怎？阿达妈，咱要安怎？咱要安怎？咱即摆毋免讲遐济啊，想看卖啊，咱会用个帮伊做一寡啥？你太太，根据这个指数的报告哈、哦、出来了，你的指数虽然有点高，不过你放心，早点发现，早点治疗。你也来啊？嗯，
真正想袂到，这个是上甘的啊！才来给人考验呢。这资料你有闲时阵小看一下。嗯，啊，这透早精神这歹啊。嗯，即马这状况，真正是无法度困好。你搁讲我，你看你家己的乌脸。啊对啊，过两天就要发薪水啊！我还没提到千层，大姐跟我搞你。大姐大概有说了，啊，不过发薪水的代志我真正无法度。大姐讲伊明仔载入来公司处理。啊，你袂用的。大姐爱生个身体够好啦，我看啊。爱找人，甲大姐含过斗相共。来，你去拜托会计，甲资料给我，我摕转去处理，予大姐，予伊卖急要入来公司，加休困一下。好。啊。头家娘，啊，来，这头家的药啊，我已经包好啊。哦，多谢。啊，阮查某囝迄边啊，你唔找什么建议无？嗯。若会当予伊较好个吼，啊，莫予伊遐艰苦。不管什么药头啊，较贵个无要紧，你拢甲开落去，哈。嗯。头家娘，你先莫着急。因为吼，恁查某囝即马当咧治疗，身体吼已经有较顺。我感觉吼，咱先来顾根本，我会处理一寡癌症会使啉保养的药啊。哦，好，先拜托你，先拜托你。头家，是。我妈妈哦，按时睏袂好，麻烦你哦开一条安心的药啊，好。诶，唔免啦，我唔免啦。妈，咱唔是讲好啊？你爱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好，莫让大姐烦恼。大姐，你遮看看吼，处理好我才提转去。明仔载你就唔免专工入去公司。我伫饲电驴，我替你提就好啊。那有要紧啊，我要运动一下，落来甲你看看。我来切水果给你吃。啊，没没没，你别无用啦。大姐，啊，你即马治疗个安怎？
卡在发现了早，即马就是配合医生的治疗。你心情会放好几哦？其实，一直到迄一天甲恁讲了后，我才发现讲，我上惊的不是感情，是我唔知影要安怎甲恁讲出嘴。有代志你一定爱讲，咱到底面对。医生有讲啦。我够少年，若是好好配合治疗，应该是无问题。哎啦，你着安心治疗，公司代志交阮处理，莫伤过操烦。爸妈，伊无代志吼。艰苦是一定会啊，不过你放心，爸妈比咱搁较坚强。所以你为着因，你爱加油哦。你若好好，因就袂烦恼啦。顺和，大姐甲你拜托，你一定爱好好甲爸妈安慰。虽然我已经接受我得着这个病，我嘛会好好啊治疗。不过我若知影爸妈为着我在艰苦，我会感觉我做不好。我知。我代志啊。嗯。好傻啦！阮美英是一个真大心、够乖又够友好的查某囡仔。我求你，好傻你都保庇伊，赶紧健康起来，莫让伊受遐济苦。若是有啥物你要让伊艰苦？我这个做妈妈的愿意替伊承担，我求你，海风对海面吹过，往事如云，随时代一直长逝。世事越头看，人生的路途变化，
这多，免担心，若肯做，就会得到机会。一步一步，咱来用心，爱认真，着打拼，着甘愿面对面头前所有问题。一步一步，咱来共心，行共齐，将真心化作莲花。有计划，可能。